张照啊，你先拍一下。对对对，好。对对对，好，拍进去啊。哎呀，这关灯了，关灯了，我再调一下，我再调一下灯。OK， 三二一，再来一个。红走红毯怎么能被大家记住？怎么能被大家记住？红毯攻略。对对对。我是一个不喜欢被人记住的人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那走红毯的时候要美还是要被人记住美？这两点哪个更重要？我觉得美重要。这种美不是外表化的美，我觉得更注重的是心灵的美。你带着你自己善良的心灵去走这个红毯，别人看到你也是开心的。今年大接下来哪些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？今年。明年了，2021年应该是明年了，对，马上年底了。明年会有两部电视剧，一部是《幸福的理由》，还有《爱我你敢吗》，两部电视剧会跟大家见面。Okay， 嗯，好。